所有的鞋子感觉都是会被留下来的，很经典。那我们也看见了非常多很著名的影星都非常热爱这个牌子。那我这次特别看到他们新的设计 Secret Garden 里面的一些新的设计的概念，让我非常的 surprise， 因为我看到了很多 rock and roll， 我看到了粗跟镜面的东西，我看见了 velvet， 我看见了荧光色系的东西，都跟以往认识的 Hoka BB 很不一样，我相信会有更多的人看见那个活力。对，那么你在巴黎最喜欢哪些地方呢？其实我很喜欢墓园，因为我自己念书的时候很经常会去看我自己很喜欢的作家，那有的时候待在他们的墓园旁边其实是能感觉到一股平静。我今天其实是希望有一些春天的 look， 就像其实它 Secret Garden 里面非常多颜色撞来撞去，那我希望今天呈现出来是很春天的感觉。